让你细思极恐的社会潜规则。一，人过了30岁之后，人生的残酷程度就会乘以10倍。30岁之后的基本形象是靠人民币和自律来维持的，而不是靠你有多么社会，多么能喝。二，聪明的人都在闷声发大财，静悄悄的努力，当你还没缓过神来，他就已经逃出原来的圈子，走向更远的道路。三，长期自给自足的人会变得越来越懦弱。四，长大后最恐怖的事情之一，就是你意识到你拥有一些与父母相同的缺点。